大家好，我是金阳。这个老多粉丝都私信我，想看这个威力还有这个艾拉，他们两个现在长得怎么样了？咱们今天可以看一下啊，把他俩一个一个的放出来，在这里边我陪他玩一会儿，让他做一下这种什么呢训练科目，然后再让大家好好的看一下，细看一下。这两条狗长得怎么样？我先把它俩给放出来。一开门，威力先出来了，先陪威力玩一会儿。来，威力，上前面来，来，坐下，坐 ，no， 坐，坐，出来之后啊，就疯了，必须得先玩一会儿，然后咱在这个性格方面把它定住了。威力，坐。好，威力现在已经有五个月多一点吧。现在你看看，它这个骨架什么的已经慢慢的开始有变化了，已经开始有那种大狗的感觉了。不像以前那种小狗，特别调皮，不是扒你了或者就是啥的。你看现在稳定性也比以前高多了。坐那儿，坐。好，好了，来，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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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狗。慢慢这个转圈一会儿就学会了。回来，回来，转转转圈，转转转，哎，好，好，好，来来来，转，好，转转转转圈，哎，好狗，好狗，坐，等待。咱们玩的时候跟他互动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手里边有狗粮，他一直看着你手，你走哪块他就盯着你手来回的，就是来回转。来来，转转转转转转，来转，再把艾拉给叫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艾拉现在长得怎么样。看了这一条小母狗啊，那个威力是年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月多一点点。看看这条母狗兴奋度非常非常高。来来来来，坐坐坐，又撒娇了，开始在这儿，来开始训练，来 ，no。坐好，过来，艾拉，过来，艾拉，这儿呢，坐，好狗，好狗，慢点，慢点，来，你也学个转圈来，你也学个转圈来，来，先拿着狗来引诱它，拿手画圈，刚才一会儿学会了之后，再让它这样转。看他那个稳定性比这个威力还好呢，你看看。哎呀，躺下，对，学会转圈的这一大把全给你，听见没？来来来，
走，站起来。刚夸完这个艾拉比威利的服从性要高，没想到打脸了。看看这下拿食拿那个狗粮引诱他，他不动了，坐这儿只会在这坐着玩了。嗯，一直看着我手，先吃点吧。来吧，走了，走。来，不训他们了，咱们陪他们俩再玩一会儿。过来，加油。来了，这家伙，我上哪他俩都上哪，这把我堵到角落里边了。哎，你俩上那边玩去，去去，来了，去上那边玩去去。哎呀，太调皮了。看你们两个调皮鬼。哎呦哎呦，别老舔我手机行不行。威力又开始搞破坏了。来了，坐坐，对，给你俩合张影，非常漂亮的小狗啊！哎呀，不能夸，又一夸又回来了，又过来还是威力比较强，威力这一发出声音，艾拉立马就松口了，不咬了。威力，不许咬那个，威力兔，老想把那个围脖给撕烂它，你这家伙太调皮了。起来，抬头。对，好狗。两只哈巴狗，他不乐意了。给大家展示了半天了，能看到这个威力还有这个艾拉，他两个，看看是怎么样，长得非常好吧？还有一个事就是，有这个粉丝问我为什么这个罗威纳是卷毛的，有卷毛的，还有这个那个什么的短毛的那种。因为这个卷毛啊，因为它的这个毛线它是长的，也有可能啊，它的等成年之后一褪毛，它也会变成短毛，也有的就是一直就是长毛，成年之后褪完毛它也是那样长出来，还是这个毛发粗然后长，这个它回到家里边也不影响品质。再一个就是老多粉丝就是问我为什么你家的狗个个都是那么肥，因为啊，这个吃东西的时候比较喂的多一些，然后就是肉比多那个什么比平常的食物要多一些，像那个玉米面、麸皮什么的，这些都是辅助的那种食材，就是给它加一点就行，不用加那么太多了，主要是肉，没有买不到这种肉的话，就买这个狗粮就行，从那个狗粮里边摄取这种能量，比这个肉
也不次，因为这个狗粮里边就涵盖的就是这些肉类啊、鱼类啊，这些转化狗吃完的所有的能量、维生素，还有这个微量元素，这些东西嘛全有。如果要是经常喂肉的话，还得给它想着补这个微量元素啊，或者是别的东西啊，都得补。你像吃这个水果啊，还有这个蔬菜啊，这就是没有吃到这个狗粮，需要补的东西，也非常简单。但是，就是你如果要是家里面调节好了，一直让它吃肉，这个粪便和这个吃狗粮这个粪便，它都是不一样的。吃这个经常吃肉的粪便，它一踩的时候，这个粪全是散的。如果要是有狗粮，它这个吸收能力好的话，它都是软的，还成型，是这个回事。应该大家在家里边养狗的时候也能注意到它们拉出来这个粪便是什么形状的。好了，今天视频呢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